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32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MG 推出的三变粉碎，它是来自于大黄蜂电影里头的反派之一啊，红色的一个摇式战机。那它一个三变的形态呢，为什么我今天挑了这个摇式战机作为开场呢？因为在电影里头呢，它有一幕非常经典的完美展示它三变的一个画面，就是它在空中呢是一台战斗机的一个形象，然后落到地上之后呢变形成一个 muscle car， 最后再变成机器人站起来和地球人做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个桥段的话呢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今天也想说呢模仿这个样子呢，有以这个摇式战机作为开场。但是呢我要说一下三个形态里头呢，摇式战机的话呢变形算是普通了，真正困难是把它变形成车子 muscle car 的形态呢。因为 muscle car 的形态是把所有的配件，像这个翅膀还有后面的这个部件都是折起来收起来收纳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知道变形金刚的玩具的话呢，要么就是车包人或人包车，那被包的那一个的话呢都是一个形态会比较困难的啊。所以呢以全部的配件呢集中收纳的车辆呢是最难变的啊。那当然车辆的体型一定也是其中会是最小的嘛。那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起落架，起落架的话呢分成四个，前面起落架的话呢是收在它的脑袋后面，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侧边的话呢，这里的话呢是靠着这个转杆去做一个前后左右的移动，甚至可以收到侧边。那这个怎么收的话呢，我觉得各位你自己调一个你喜欢的角度来收就好了。比较麻烦的是它的后面，后起落架在收纳的时候呢必须把两腿给打开，而打开两腿的时候呢上面这个盖子又要打开，所以呢必须你等于是后面整个后面比较稍微的重新变形一次。那以飞机的形态的话呢，偏胖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缺点，还有它中间的空洞啊，可以看到这个空洞还是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们也都能够理解到说一个三变的金刚的话呢，你很难说三个形态都兼顾到很棒了啊。那这个摇式战机的形态的话呢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我相信也绝对不是说很差啊，应该都是能够接受的范围。玩具很大很重啊，这个飞机的这个尖头到尾巴应该超过了30公分，翼展的话应该也有大于20多公分，那甚至可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占面积的一个大玩具。而且它身上有很多的金属部件，这个整个玩具在推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有沉重的一个感觉。那以飞机的形态的话呢，我必须说它的滚动性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在待会的变形过程当中呢，由于比较复杂啊，我只会呢提一些特别需要做调整的地方啊，来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而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驾驶舱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细节其实没有很正确，它里面这个其实是人形的两只胳膊，是两手靠在一起收在前面啊。但是呢能够打开的话呢你就这样子啊，可以借位可以拍出很不错的照片了啊。那附带的导弹的话呢一共有4枚，那一共是两个不同的造型，也就是两对的导弹了啊。那我本来的话呢在变形之前的话，我本来想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就是说它的我想从拿出官方的那个玩具哦，把它的飞机形态呢跟车辆形态呢拿出来呢给大家呢做一个对比的解说啊。但是呢我找不到那个飞机的那一款 SS 不知道去哪了啊，所以就干脆就不讲了啊。那我们的变形的时候呢，我们先试着把它这个头尾给拆开啊。那拆开后面这里的时候呢，中间这个地方卡扣扣得很紧，然后这两边的话呢它是一个上下咬合的，在拆这里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呢都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轮胎给整理好。它这个轮胎的话呢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呢先把它给挑出来，这边进去再把它给放回去，这样一来轮胎就锁定了，它就没有办法再变形了啊。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其实它的变形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它的变形呢其实难度并不复杂。飞机的尾巴呢这里有两个这个像防撞感应的东西呢，把它推出来，然后推到侧边，再来我们把这个脚趾头呢给往上翻上去，翻上去之后啊，这个侧边这里呢翻出两个部件会形成车尾灯，这两个防撞杆呢先到下面来就好了，这个先不用扣，待会我们还需要打开的。再来我们变飞机的前方哦，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现了，这个地方挑出来，然后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翻起来，这里面有一块部件，从这里翻转180度之后到前面来，到这边啊，这里也是一样，这个部件的话呢本身跟飞机本身呢没有完全的一个卡扣，所以只要往上挑起来就可以了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飞机的头啊从这个地方啊稍微扭一下啊，
这个部件呢就可以整个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的话呢，啊，里头有一些旋转一下啊，旋转一下这个部件就收进去了。这里一样旋转一下就收进去了啊。这个收纳的话呢，其实并不复杂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机芯的手臂出现在这里了啊。这里的手啊，可以注意到啊，它有一侧的话呢是有收进去的，另外一侧呢则是以一个垂直90度的形象呢，这个样子来做一个包覆。然后飞机的头的侧边这个地方，这里的变形方式呢啊，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主要的翻折的话呢是这一片跟这一片部件，看到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我们是要把它整个给往上翻上去啊，推到上方来，这里整个要推到一个啊，蛮特殊的一个角度为止。手臂的收纳呢，我先折好一边给各位看一下。这里的地方呢，我们建议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个头整个放上来到这边。这里的翻转的话呢，是把这整块部件，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它往下压，压到哪里呢？就要压到我手指头，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缺口，这才是它完整压下去的一个形象。那手臂的话呢，自然把它往下垂到这边。那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头啊，是必须给它做一个横向的一个转轴，转到这边，这个可以先躲开一下。这个头部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收纳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去小心的去回避掉的。我如果翻转到另外一面，你就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是必须把它整个的给翻下去。而推到底的话呢，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刚刚指那个凸，它来补上这个缺口。到这边的话呢，这个车头的变形才算完成。然后这块部件很简单，只需要顺着这个风洞关节往下推下去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底盘这个地方。那其实底盘在这个地方呢，收纳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难点哦，就是这一块部件其实它的收纳呢是有一点点困难的。那在收进去之前，我们要确定一个东西，就这两片部件必须往内一定要压到最里面。然后透过这里的多重关节的话呢，各位就记得你这里啊有一个地方它是挨过来挨到这里的。那除了挨到这里之外的话呢，这个地方本身它有一个转轴，然后转轴的话呢要控制这个球形关节的这个缺口。那我们要记得它的球形关节的缺口的话呢，球形关节的缺口要朝车尾，然后的话呢你要固定它啊，转动它，这个就是比较在转这里的时候是比较痛苦一点啊，就你一定是以最终是以这个形象啊作为一个收纳啊，不对，这个头的话要记得啊，这个头的话呢在车形态它是转一个横向。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它的车头如果变形的情况的话呢，这个记得这个啊像是一个什么拉杆的东西是朝前面的啊，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才是算是变形完成了啊，头是转了一个横向的一个角度，这个部件可以放下来了。轮胎的前轮组装啊比较简单啊，只需要呢对准这个方向，这里有个拉杆可以稍微的拉出来一点点，然后呢把它给转进去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卡扣，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然后里头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板子的话呢就直接的先往内部翻一下就行了。手部的组合呢，原则上我们可以先把它这个两手臂给合上，然后手指头呢是伸出来的，将它的红色部件呢转到靠中间，因为它等一下这里有个结合的卡扣。然后手掌的话是翻成这个形象，翻成这个形象，然后呢将它一个手指头不要再握拳了啊，我们把它的手指头给翻出来。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整个变形当中的一个最繁琐，应该是都最无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必须把它的两腿给打开，打开的目的呢是我们要处理这一块部件，这个部件要翻出去的时候呢两腿必须得打开。那么两腿打开的话，你又要注意到这个地方要锁扣，要先把它给打开，这里这个锁扣一定要先打开，往两侧松开之后腿部才能够分开来啊，这个地方才能够松开，这里打开，这里整个脚给打开啊。打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起落架啊给完全的收进去，再来要做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大概就是打成跟起落架同样的一个角度。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一块部件呢才能够做一个正式的翻转翻下来，它会成为这个是飞机的肚子啦，但是它的车型它是车子的顶盖啊，我们就要把它往下翻。往下翻的时候呢，先把里面这一块部件给挑出来，这里的话呢我是会用工具把它给挑出来了啊。然后这里啊，这里推进去的时候呢，请注意到就是说这两个部件它本身没有打螺，没有打那个铆钉，所以它有时候呢你如果对位不对，它会整个会喷溅，会喷出去啊啊，这个地方各位看到了吧啊。那这里一旦合并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两腿的话呢就再一次的要把它给重新的组合回去，
不论是飞机的形态呢，还是这个这个汽车的形态的话呢，它都是必须保持一个紧闭的一个状态的。我们就再次的把它给密合贴回去，往两边的话呢做一个靠拢。如果说呢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呢卡到这个的后面，它就会卡住，所以记得把它挑出来之后往这边折一下啊，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车子的一个形状呢已经差不多就快要出来了。那我就最后就解说一下，简单解说一下这个原本这个飞机的这个尾部的话呢，你只要稍微在这个地方呢去运转一下，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你稍微转一下一看就知道了，你会发现呢这个形状呢是刚好有密合到的。这边的话呢你就直接折过来就行。那另外一侧的话呢当然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利用这个地方转轴一下，也再转一下啊，把它这个缺口的话呢对上去啊，就最后的话就做一些严丝合缝的组合。然后这个白色这个部件稍微提一下，这个白色部件的话有一个滑槽，但是呢变形成车的时候呢是不要往上推的，我们是要往下啊。如果你往上推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就会对不到了啊。那其他这几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一一的把它做一个组合，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给推进去到这个地方，推到侧边。最后的一个车子的侧门则是由飞机的翅膀作为一个组合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先把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卡扣呢，记得把它给解开，推一个特殊一个角度，随便推啊。这里要做的地方是把这个地方给分开来，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把它往下面滑到底，然后呢推到这个角度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做的呢是先透过这个地方这个连接杆把它整个部件给往下推下来，然后把这个长长的这个机翼呢去藏到这个里头去啊，藏到这里面给藏进去啊，这个地方这个接缝接过来。再来的话呢是先把轮胎给这里看，这个小小的缺口轮胎往上推，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缺口再过来卡住那个轮胎啊，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可以盖下来了。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呢往这里压下来，然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个部件呢往上推到了到这个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呢把这个起落架转过来才会刚好有一个孔洞啊，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了。最后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就把它给扣下来。然后我觉得比较迷的就是说另外一边的话这里有对应的卡扣，但这边这个的话呢感觉就似乎不是扣不太到啊，就是能扣到我觉得也很浅啊。反正我觉得这一边的卡扣呢没有另外一边设计的那么样的一个精准，然后其他的话呢就是做一些严丝合缝的密合。那么这一款这个粉碎的话呢，从摇式战机呢到一台 muscle car 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基本也就大功告成了。我们来看到这一款粉碎的一个车形态，非常沉非常重的一台车子。首先有一个还算可以的滚动性啊，但是玩具非常非常非常沉重啊。然后它的底盘先给各位看一下，在变形的时候吧就特别再提一下这个部件，请记得转成这个方向啊。这里啊，反正就它里头呢有一个球关跟一个旋转的关节啊，特别需要去注意。这个如果你没有实际变过的话呢，恐怕你不是很好理解。那以它的一个车形态上的话，你可以很明显，这一看就是金属部件，非常非常的一个大铁块的一个感觉。车子的一个正面还是挺好看的啊，车头灯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很有复古的感觉。裂缝的话呢引擎盖这边啊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也就完全是可以接受了啊，没办法了啊。那它的这个不知道是我这一款有还是说大家都一样啊，这个挡风玻璃这里是不是有点干扫的痕迹啊，就有一点做旧的感觉。那上方也有这个探照灯的一个形态。那它最严重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一个机械的一个腿部暴露在这个车子的后面，大概在这一块啊，这一块如果削掉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车型，但它确实还是留着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尾巴在后面啊。这个你看，这才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脚底板啊。然后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末端来看的话呢，就合缝就少很多啊，但是上方的裂缝还是多了一点点。不过吧，我只能说三变的金刚这个做成这样子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及格了。那么它的一个车子的尾部呢，这里这两个洞的话呢刚好呢可以安插它的四枚的导弹，还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手炮啊，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做一个组合，把这个部分呢扣在上面啊。而且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它对于后面的一个裂缝的话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修饰的效果，甚至摆在侧面来看的话呢完全就是有一个 muscle car 的后面呢增加了几枚导弹可以发射的感觉啊。这个外挂的武器的话呢我是可以接受吧，这个要给过了啊。那么从这个
变形成这个车辆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它这个玩具里头呢变形是属于比较困难的了啊。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啊，把这个飞机的翅膀收进来，然后把它这个飞机的尾巴呢变成一个车尾，然后人头的话呢是机器啊、车子跟飞机是一个内外翻折的一个结构，所以说这个以全部都收进来的一个体型啊、收进来的这个muscle car 的一个变形过程，其实也没有说很难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到这一款的变形其实并不复杂，只是调整上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就是了。那我们来开始把它变形成一个这个机械的一个形态。首先的话，前面这几个步骤的话呢，还是跟它的怎么说呢，就是把它又拆开啊。所以我说呢，这个遥视战机的话是属于介于中间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先把它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给翻出来，从这个地方，这里两侧的轮胎给打开，把这个翅膀给翻出来。它的翅膀啊，这是这个在飞机状态下的翅膀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啊。现在我们必须把它折成这个形状。那它在翻折的时候呢，就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挑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给往外翻出去，这个往外提出来。这里翻出来之后，这记得在这个地方，在这里要做一个内外的一个翻折，把它整个给翻出去啊，这样子恢复它一个自由的状态。再来这块部件呢往下面折一下来，然后这个部件往上提，这个地方就可以推上来。然后的话呢，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对，这里白色的一个凹，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到这个地方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过来把它给压上去啊。主要就是要记得啊，把这个是给翻到最外侧来。再来我们把机器的脚给变形出来啊，这个脚趾头往下翻，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之前像一个防撞杆的东西推开，然后把这个部件呢给推进来，到这边往下推啊，这样应该就形成一个脚趾头后脚跟，应该讲后脚跟，这里压脚前趾，主要就是把这个防撞杆的东西呢把它给推开，移到前方去，这个部件回来，然后脚后跟推出来，然后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把两腿给打开了啊，我们先把手也先拿开一下。两腿打开的话，各位还记得吧，这个地方是记得一定是要把它给打开的，往两侧推开来啊。这里有一个卡扣，小卡扣，但它很松，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碰开了啊。打开之后的话呢，把它整个这个脚底这个脚的话呢就可以往两侧分开，这个部件可以往下翻，翻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轮胎啊再一次的呢把它给分解开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又抠不出它了啊，这个一样啊，把它给转出去啊，转出去到这里，然后呢旋转一下啊，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把这整个脚这样子翻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这个脚的话呢，这个部件给推进去啊，到这里，然后脚的话呢就可以到后面来这里，然后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就是腿部的一个变形过程。另外一侧的话呢，我们也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这个往侧边推开一下啊，这里拉开来，整个的给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轮胎这一个推扣开来，哎，对不起 I'm sorry 啊，我又推不开了，只好再次借用工具了啊，工具把它给打开转过来，然后的话呢这样子把它给收进去，最后这个地方过来，这里有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啊，脚后跟什么的推到一个定位，哎，这样一来的话呢，一双美腿就算 OK 了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再把这个部件呢给回复到翻上去的状态，会变成机械的一个腹肌。那我们刚刚有提过了啊，你只要翻转这一块部件的话呢，这一个腿部就要翻着一个大概90度，这样一来的话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翻上来。接着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部件给往下压，这里的话呢就可以顺势的推过来了啊。推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侧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里头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在侧边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扣上去。两侧的扣上之后啊，这个部件的话呢，刚刚在车形态下我说要往下推的，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它是要往上面提上去的啊。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呢，这一侧呢是比较紧的啊，不知道大货的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善啊。再来这个车头啊，我们把这两侧的部件给打开之后呢，这个头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翻出来啊，如果说你这个头已经先转正的话可以翻出来，然后呢这两个部件的话呢是往内再压下去一些些，这个地方往内压下去一些些，这个地方的话稍微调整上就是比较需要练习一下，因为这个头啊
比较容易去飞出来啊、哦。经过几次的变形之后，它这个头越来越容易飞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翻转的部件，从这个地方呢对这个胸口的这个部件呢做一个180度的一个旋转，这里旋转过来。好，到这边之后的话呢，还要记得把这个两侧的这个这个什么车头灯往斜下掰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然后的话呢，这个头的话啊，就是在变形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的去容易到去碰到啊。在变形的时候就尽量去把握这个头雕吧啊，毕竟人家是女孩子呢。翻折上来之后的话呢，我们组合一下这一块斜角的部件呢，它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凸，它跟里面的话呢是有一个凹槽可以做一个结合的，这个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这边这几个多重关节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形状。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各位你就是在镜头里头可能不是很好给各位展示啊，那你知道一下这里头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的啊，哎，这边就把它给扣上，这边的形状就固定住了。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这边把它一定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卡进去，最后就直接把它整个往前面卡过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两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跟这里，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卡进去。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女性机器人的胸部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把它给往下面扣下来。那原本车头侧边这个部件呢将会形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组合方式啊，非常的简单了、啊、从这个地方折一个90度下来，然后往内推进去就行了啊。到这边啊，它就会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扣进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它的一个胸口的形状就非常的饱满扎实了、啊、它一共有一处两处的卡扣，先扣进去再来扣这里这里跟这里啊，一共5个。而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整理它的手臂呢，其实就是往上面折过来到这边扣下去，手臂的话呢顺着这个地方放下来就可以了啊。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扣进去之后，顺势的呢把这个胳膊给往下放。那这个肩甲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吧，它应该是摆成是往前放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到这边。然后手臂的话呢它是可以一个伸长的啊，你看这伸出来之后啊，一双玉臂千人枕，哎，不对，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双玉臂千人枕是骂人的话啊，各位千万不要随便说、啊。背后翅膀这里怎么整理呢？这一侧我已经扣好了。总而言之呢，后面的这一个原本的车尾巴这个部分，你只要记得从这个地方转轴，你能够让它往上面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呢转到这个地方可以往下折就行了。好 ，anyway， 重点就在于这里，这个地方红色的有一个洞，那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在这个地方。这里记得只要这里能够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后面这里的话就是稍微的去整理一下。好，因为反正在后面嘛，我也不知道后面这里怎么转，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就原本的这个我们变形成这个有点像是钢弹的这种什么护盾的这种东西啊，我们就是把它扣到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洞，那我们就是旋转这个转轴啊，把它给转到可以扣上去的一个位置，到这边转动一下啊。它的关节很多啊，一定可以调整到能够适当扣上的位置，是必定可以的。好了，那我们最后的话呢，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扣上的关系，就会联动带动着旁边的这个轮胎。那从后面看它是一个轮胎了啊，但是从正面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另外一种一个特殊的一个赛星的一个造型了。那我们这个脚底啊什么的话呢，我们把它的话全部的把它调整到它一个定位上面啊，因为整个变形过程当中啊，难免吧会有一些零件呢会在上面松开或怎么样，这个天线应该是记得往后面放的啊。好了，那我们这一款 MG 的三变粉碎呢，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它从一个 muscle car 到一个性感的赛博坦生命体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人形状态了啊，它附带的手炮呢，我已经直接把它给安装上去了。可以说，机器人形态呢，绝对是三个形态里头呢，我个人最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载具的形象限定，所以它当然就比较好发挥了啊。那么它的机器人形态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手，非常的沉，身上的大量的金属部件，还有这个齿轮关节的声音，在胯部内外前后啊，还有内外都有。
那这个手部的话呢没有比较可惜。那它的一个身上的图中来讲的话呢，各位也可以看到了，红色的漆面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身上的四肢比例，为什么我讲五肢呢？再怎么样人家也是女孩子啊。这个的话呢，身上的话呢有一个很大块的腹肌的造型，而这也是这款玩具呢我觉得最容易去喷溅的地方，就是这两块部件啊，比较有一点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然后它的一个起落架的话呢非常迷的呢出现在这个位置，我完全没有办法，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恶趣味啊，到底这种是高度的致敬还是干嘛啊。反正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器人的造型。头上的天线的角度的话呢，我是习惯推到这边，那有点像是什么暴风赤红的那种感觉啊。我们把它这个人物的话呢先给完全的站正好了。它的这个后脚跟啊，我觉得是稍微有点松软，尤其是这个地方，它到这里跟这里它没有得扣紧，它只是放着而已啊，比较可惜，比较可惜。然后它这个也有一个类似液压管的一个造型，当然它不是真的液压管。那站立的稳定性其实比我想象中它来得好。这个人物的话呢，它的一个重心很沉。那我们也看一下背后的造型好了啊，背后这样折啊，我也只能收到这样子了。还有没有更好的收法呢？就请各位再自行发挥了啊。那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它整个都是带着一个联动的，这个地方的话内外的话呢是可以有一些伸缩的空间，但是也不要动太多了啊，毕竟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橡胶啊的一个材质，我是建议各位吧就不要凹一些让它变形太多的造型了。它的后脑袋其实造型很好看啊，有一个凸起，然后侧边这个像是钢弹的盾牌还是什么天使的翅膀一样的东西，胸口的造型也是破碎感很强啊。这个脸部面雕呢是这一次的一个很成功的点吧我是觉得这个很有赛星女机器人的一个美感。那在这款玩具在把玩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我个人强烈的建议各位，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个卡钩是按下去扣住的，你在把玩的时候我建议你是捏着这个地方，你这里一旦捏住的情况下呢，这两个胯部的这个地方呢就不容易去爆开啊，你在玩的时候呢会显得相对轻松很多。因为我一开始掰的时候，你如果不按着这里的话呢，其实一些动作之后啊，它这个地方是容易去这个零件的话它会去锁扣会松开，应该说这个锁扣本身也就不稳了啊。但这个地方卡在这里之后呢会稍微限位一下这么说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不懂，反正我懂就好了，你们不懂也无所谓了啊。然后呢还是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屁股好了，作为一个女机器人怎么能不看屁股呢啊。 anyway，这个玩具的话呢本身最强的状态绝对是机器人的一个形象，很修长的比例，非常非常高度还原电影里头的一个样子，面雕也好看，涂装也没有问题，脚也很修长，那一样可以完成一个三变。三个形态下呢，我自己觉得虽然摇式战机还有车型都有一定的缺点，但是意思真的是够了，而且整个变形的记忆点还是比较强的，真的不是很复杂。那为了能够让各位观看能够流畅一点，其实我也已经剪辑了很多了，用个比较稍微流畅一点的方式来给各位做一个解说。当然至少在变形上呢需要去注意到的重点调整的部分我都给各位提了，最重要就是这一块啊，这个中心的这个腹肌这一块，在翻折的时候这个脚啊记得要折一个90度啊，就是这里要特别去留意，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